要麻烦我们各位嘉宾啊，要记得全部都要带下车哦，全部都要带下车。我们下车之后呢，就没有要再搭乘小车了哈、哦，这一点要麻烦我们嘉宾稍微的注意一下。好，那在这边呢，小熊也代表我们顺风车队以及今天的所有司机同仁，感谢我们各位嘉宾今天的搭乘。好，那如果说在我们行程当中有什么地方服务的不够周到的，在这边也请我们各位嘉宾多多见谅，多多包涵。好，那小熊在这边呢，也先预祝我们各位嘉宾后面的行程可以一切旅途平安愉快啊！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嘉宾。好了，待会在葡萄店家这边呢、啊，它也有这个洗手间哈、哦，它这边呢是有提供这个洗手间的。好，那如果我们嘉宾啊，哎，你如果有想要上洗手间的哈、哦，待会呢我们也去上个洗手间。哦，因为从这边呢、啊、要去到我们的东浦温泉区哈、哦，大概还要半个小时左右哦。